今日是六月二号农历四月廿六，而交易、动土、嫁娶，属羊嘅朋友运气好，心情靓，做起事上嚟都得心应手啊！属羊嘅Jam呢排忙紧巡回演唱会，而且好多个场次几乎一开卖就售罄，就知阿Jam人气有几高啦。而喺上个月嘅大连场，阿Jam唱嘅时候突然有一阵大风，将佢嘅头纱吹到乱晒，台下嘅 fans 睇到笑出声啊，搞到佢都忍唔住笑。阿Jam 就话平时唱呢首歌嘅时候都会喊，但今日因为呢个突发嘅情况，反而会笑得好开心。都希望 fans 之后每日都咁开心。阿Jam 你运气咁好，工作一定顺顺利利，心情梗系靓啦。今日嘅幸运星系白羊座，幸运指数排第一，单身仔可打破感情闷局啊！白羊座嘅 Jackson 早前喺社交平台发文感谢一直支持佢嘅人，又提到过去十年冇真正咁休息过，所以想趁今次嘅机会好好咁唞下。所以呢排 Jackson 都只系做下品牌代言人，出席下活动。Jackson 依家咁幸运，如果遇到中意嘅人，一定要主动出击啊！可能会有更进一步嘅发展啊！幸运方向坐南向北。幸运数字17、24、35。幸运颜色蓝色。